斗脑 A 破天荒6683人抢答金城武电话，55人闯关各获2727元。苹果日报直播节目动脑 A 吸引各路人马线上拼抢150000元，经过跨年假日休息后，昨天是2019新的一年播出的第一回，就有5986人上线答题抢赚红包，最后有13人闯关，开心各报11538元。今晚这一集来挑战人数再创动脑 A 播出以来的新高，有6683人一同在线抢150000元奖金。第一题问到招牌上金城武的电话，就考倒了不少参赛者，最后有55人挑战成功，各报2727元回家。